九场，二班马跑1650，今日啲 win 好难中啊！我觉得好难中啫。赢过嘅马咧就系、是、好多好几只、啊，1235692，曾经入个位置就系七号仔，七号仔叫广林福将。上次前三咧就系3470。六号超超比又换人，上次希威森十倍跑第五，咁之前咧就系、是、周俊乐跑咗几次都唔得，换希威森都系跑第五近近地，咁啊今次咧就换咗俾潘顿，唔知揾阿潘顿骑啊，定系潘顿攞嚟骑啦，唔知啦。十二号仔而家影住呢只叫做九九围攻田泰安紫色衫，夹慢第二门系六号。咁上一场就夹晚大热门同场和顺就有前三名，争金夺冠就俾人哋赢鬼咗，输少少，所以咧夹晚大热门咧净系赢咗只大力猴王。我拣五号六号啦，我拣呢个潘顿梁家俊，六号七号啊，唔系五号六号啊，六号七号。即是超超比同广林福将 ,Michael 要七号三号，要广林福将同埋呢个木火兄弟，木火兄弟曾胜同情，木火兄弟都几好啊，扬名论跑两次赢两次，好成绩啊。扬名论上一次呢就是九倍跑第一嘅，而家就五倍夹慢。现场就六倍，六点九。Sabrina 要三号、二号，或者要木火兄弟。广林福将直头唔要超超比。十号灰马都灵福星又系好成绩嘅，最近啦跑一次第一，潘顿七倍跑第一嘅。而家就换咗俾巴杜骑，升一班嚟跑都灵福星十一档。好热闹啊，即係跑马地啊，几好气氛啊呢个场。即係消闲娱乐气氛重啲，跑日马呢就赌博博彩气氛浓啲。唔系呢个镜头啊，睇唔到啲报号噶啦，即系靠认人样嘅啫，系咪啊 ？Jenny 要九七九号，即系要赤兔猴王上将第七，但系曾胜同情七号咧就系、是、曾经入 Q， 上次入跑第二，我要六号七号睇下呢只啊超超比，最后换到潘顿啦，睇下得唔得先。初嚟香港嘅时候好威嘅喎，即系场场都赢嘅喎。后来跑极都唔得咁样嘅，即系后上又好似后上太迟咁样。六号超超比潘顿九档，应该系揾佢啊！喂，潘顿哥骑好啲，睇下得唔得，帮下佢咁样啊！四号仔叫喜智宝，何泽尧初跑此程，但系呢只马上将泥地千二系何泽尧四倍跑第一嘅大热门。喜智宝三号木火兄弟杨明伦上次系九倍跑第一嘅，本路程亦都老友专长跑两次赢两次嘅三号啊，三号七号好多人拣噶，即系上次前三啊，三号七号。五号啦，呢只马黄脚立，黄脚立亦都系相当好成绩嘅本路程，试过一个第一，两个第二，一个落地，但系上将咧就系希威森，原班人马跑十一名嘅，好后啊跑得。而家影住呢只八号仔叫马鲁，
马鲁又潘明辉。马鲁咧本路程就唔系好专长啦，跑个三次都上唔到名嘅，上仗咧就跑第九，几十倍啊！六号啦，超超比都冇人拣佢嘅，冇人拣佢又咁热门噶，都冇人拣佢，咁啲 tips 指数应该系好低分先啱喎。蔡俊佳推介七九六。港林福将有七有六，我要六号七号，有七有六，加埋只九，赤兔后王。四号叫喜智宝，又系上次系跑第一嘅，上次前三名咧就系三四七九，我估三四七九喺前面翻嚟嘅几率都相当高。官方开跑时间是50分，而家是48分。田泰安啊，佢又叫九九为公子色32。曾星同情，上次黄宝嚟跑第八嘅，今次又11倍。潘顿啊，呢只超超比，睇下尽晒人事得唔得啦？位置是1.7，多人关注的码就是3号、4号、6号、7号、9号、3、4、6、7、9。将来有了。有9号、7号。9、7、2、5啊，他要。要赤兔后王，曾胜同情，上将第七。看到他靓，状态好，九号啊，即猴王啊，大力猴王就赢了啦。呢只叫赤兔猴王，赤兔猴王本路程赢过三次，五个第二，五个第三，哇，好好噶，好好成绩噶呢只马，跑过15次，落地了2次，其他次次都有钱收嘅本路程。赤兔猴王啊，九号仔，而家7倍，老友专长啊呢、這个。不过买两只嘅啫，我真系我买呢个超超比，睇下隔晚第二可唔可以赢多场啊？隔晚第二门喺香港咧系有一个取胜率嘅，上一次赛事又系跑到第四场就赢咗噶啦，即系每场隔晚第二门投注一注啊，买 win。今日又是去到第四场你就赢出了。即是买程式啊，即是叫做啊。六号仔超超比。满路程赢过3次，一个第二，两个第三，两个落地。从未落地的就是3号木火兄弟，现在就7倍。都抵买个3号是不是？即是你想想，有只6号在那咩飞啊，有只7号在那吸飞。12号仔、10号仔啊，呢只叫做刀灵福星，上仗成绩好嘅，呢啲近绩好嘅，但系好冷门啊。近绩好，本路程就未赢过，入过第三名。10号呢只灰马都可以跑得近嘅，即系佢近期状态好啊嘛。个骑师咧就系巴度，档位就11档。好啦。是电算机啊，567有红绿灯，它一熄了之后呢，哇，啲飞又来了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啊。希望跑完之后再整理一下机器，不要黑屏啊，现在真的。黑屏都挺麻烦的，可能有些零件要换啊。五号仔而家入紧，黄格纳入紧，入到8899啦。比赛嘅赛事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福星
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尾场赛事九场，二班一六五零，大热系六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咧快少少嘅马，有呢只蓝衫埋边啊，电信巴打啦，铁兰走噶啦，中间有港林福将啊，外边黄脚立，咁啊第五位埋边红帽喜字宝啦，中间咧咁啊进散咗落嚟第五，就系嗰只一先生嚟噶，内栏第六有马老啊，第七位绿色衫木火兄弟啊，赤兔猴王见多马走咧，黄黑格仔衫缩翻住先，响入边啦，咁啊白衫红眼罩尾五系超超比啊，后边三只九九围攻。自然力量啊，暂时电流系都灵福星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嘅直路头啦，前面放嘅马匹咧就系呢只电信巴打啦，跟住第二位就港林福唱啊，第三位嘅马埋边喜智宝啊，黄脚立第四内兰，第五就马老啊，第六位黄衫系一先生啊，内兰第七啊，咁啊红眼罩白衫超热门咯，超超比嚟嘅。后边嘅五只木火兄弟、赤兔猴王、内兰尾四，尾三咧就九九围攻啊，咁啊尾二位置黑衫自然力量啦。灰马粉红衫暂时殿后系都灵福星嚟噶，好啦，过埋呢个六百米段处咯，咁啊前面放就系呢只电信巴打嘅，跟住第二位就港林福将啦，喜智宝第三，外边就黄脚立啊，第五位咧咁啊见到就埋边位置有呢只马佬啦，攞出去外边啊系一先生掟出去啦，红眼罩有超超比，外边就都灵福星木火兄弟嗰啲马，最后二百零米电信巴打仲有一个马威优势啊，中间港林福将上紧，外边追咧仲有一先生。最出啊，超超比亦都上紧嚟埋边赤兔猴王，最后五十米超超比外边冚人个势特别劲啊！摆潘顿食咗个尾壶，跑第二名，港林福将、电信巴打就应该系第三、第四名咧。哇，果然系潘顿梁家俊喎、啊，真系啊，六号、七号，唉、哎，尾场先有多少钱似样啲嘅，中翻个 win 六号。他的跑法和周俊樂的跑法有些不同，周俊樂的跑法呢很多次是跟好後衝一段，他知道有後勁的，但是即是幾時開始發力呢，就是沒有拿捏得好像潘頓那麼醒的，今次啊，即是個個都騎過了，贏不到他贏到了，那他當然著數啦，是不是剛剛看過的片知道他怎麼走，他總結出來應該這樣走。六七二，今晚大热门，赢多场，起步，睇一只超超比啊，超超比喺呢度，埋去里边先，跑少啲位，咁啊七号梁家俊，跑第二嘅卒之啊，喜智宝，一先生。一号仔一先生，咁啊潘顿咧而家喺尾四，即系猴王就系赤兔猴王就尾三尾四，九九围攻尾三，都灵福星只灰马爆尾，好啦，电信巴打，江林福将呢只马入 Q 嘅，喜智宝黄脚立马老。一先生嗱，呢只就系得啦。而家佢咧喺度加速噶，走外边啲嘛去啊！睇下佢点经营啊，都几好啊，跑得。电信巴打就喺前边啊，睇埋唔好走鸡啲镜头啊吓啊嗱。呢只系啊，呢只红色眼罩呢只啊，佢而家系尾三，唔系包尾啊，尾四，咁啊，哇！呢梁家俊想赢啊，梁家俊啊，真系呢、这个啊，争啲赢得噶，港林福将，哇！潘顿咧后上赢你一个马位，都几好啊！呢场都六号七号。超超比潘顿，哇！个个骑都唔得啦，最即系佢有佢
争金夺冠又系咁追上嚟，又俾人过咗。咪出之美美咧，就系赢翻一场，系咪啊？冇乜近绩都咁多飞啊，好有信心啊！呢啲后团队好有信心啊！呢啲全晚最热嘅 win 啊，就系呢只啦，就隔晚大热门，现场又系大热门，六七二九八倍。八倍 Q